天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九点，斗门开展全员核酸采样检测工作。其中在斗门镇这边就设置了28个采样检测点，我身后的就是斗门村核酸采样检测点。在现场我们可以看见，虽然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寒冷，但是一大早就有不少的村民在这边排队等候，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引导维持秩序，时刻提醒大家要保持1米的安全距离。保持一米距离，保持一米距离，等下等下等下，冇对答冇对答，保持一米距离，保持一米距离。斗门镇斗门村核酸采样点共设置2条检测通道，等候检测的村民自觉佩戴口罩，保持1米以上间隔，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出示粤康码、粤核酸，分批分组依次进行排队登记，完成检测工作。在接到上级通知后呢，在今天早上凌晨2点钟呢，就马上开展了这个核酸的预备工作。你看后面我们搭的棚啊，还有志愿者的招募啊，然后早上呢接到通知9点钟开始之后，就立马的进入有序的核酸检测工作了。现场秩序是很良好的，然后村民他们都很配合，像好像有老人家过来的话，都会特别的照顾，先让老人家通行，方便他们早点检完早点回家，是这样的。前五镇前南商业街球场核酸检测采样点共设置10条通道，其中1条是特殊人群专用的绿色通道，专为老人、孕妇和儿童服务，工作人员现场提供贴心服务。开了1条绿色通道给一个就是老年人、孕妇、小孩，还有那个不方便的老人，让他们呢不要排队啊或者怎么样，我们会有专人帮他们呢上马日日就是完成这个过程。为方便企业员工、建筑工地工人就近采样，前五镇专门设置了10个流动检测点，提供上门服务。在雷珠一围检测点，企业员工佩戴口罩，保持安全距离，有序排队参加核酸检测采样，现场采用错峰分批的方式进行。不少员工都表示，上门服务高效而暖心，让他们节省不少时间。要去很远的地方，而且有的员工呢可能也没有车，然后也有别的事情，这样呢直接上门呢可能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啊，很方便，谢谢。当天全区共设置224个核酸检测采样点，截止1月14号19点，斗门区全区累计完成核酸采样人数59万1925人次，完成率超90%。